但可不可以录到我整个后来后面都在哭啊？有四根绑架四根脚，还要给我眼罩，谢谢。很期待，因为你知道，毕竟以前眉毛也都剃了，其实真的不差这个头发，但哇，真的没有短这么短过，所以很难想象。我摸下好了，我要看手机，因为我今天还带整套化妆设备，如果头发剪短自己不习惯，我还可以化个浓妆，让自己看起来比较。照片来了吗？还没。正在问。等你下第一刀，等你下第一刀，来哦，可以哦，来哦，谢谢徐伟宁，太敬业，感人，可爱的女孩，我的第一次，好了，哇，好利落哦，上面哦，随便哈，哇，我起全身鸡皮疙瘩，那是不是他后面一说话我接？好，来来来。那天在跟芳玲聊天，我们就讲到那个头发要剪短了，然后感觉好像最后要送 Rebecca 最后一程，然后我在电话里面鼻酸嘞，整个后我想说这还好吗？本来以为没什么，就他这已经吃进去了。那要再短一点，整体要再短一点，好，这个。完成了！你整个脸怎么那么红？你看人家肩发烤死。